是心仪等待着我的 supervisor 来。我们现在在前往 Mid Valley 借衣服，然后很塞车。这对是我的。我讲 hello， 没有化妆，没有补妆，怎么办？今天是应征的第二天，我刚刚烫好，要拍摄的衣服，然后现在正在等待模特化妆完毕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拍摄。今天我来到是要 spot check 我们的 super intern 心仪。喂，我好像阻住你做事，很忙啊你啊，有一点点啊，这样讲两句可以没有？可以哇，好开心耶。首先恭喜你，你现在在忙的是什么？在整理模特要用的衣服，这边有12套，昨天我们接到。你看他很专业，你看很多夹在那个，这个是要夹模特的衣服，夹模特的那给它合身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全部好像像我这样苗条的，衣服太大件就需要夹一下的。Hello， 我是阿 Joe，I Feel 的fashion editor， 亦都系今次 CME 的导师。很开心可以参加到这个 Super Intern， 然后谢谢 My FM 给我这个机会。那时候报名是因为我刚刚毕业，然后想 try 新的东西。在今次的 Super Intern 里面呢，善于可能有少少一心二用，即可能我叫他拎衫，跟住佢又拎住扎花，拎住个衫，跟住我想叫他拎埋鞋，佢都冇第三只手去拎嗰对鞋啦。如果我拿很多东西，他就会讲你要做这个先，然后再做这个。其实我明白，可是可能我们年轻人都喜欢 multitasking， 就可以这边一边做这个，然后一边做那个，就比较快，比较省时间。我觉得善于值得赞赏的地方就是去比较好主动，即系譬如话有时我拎嘢，佢就过嚟帮我拎，即系唔会俾我手有嘢嘅。很感谢我的 supervisor Joe， 他教我很多东西，然后他很细心。如果第日有机会嘅话，我都想去同佢一起合作嘅。因为我其实下个月就要出国了，我知道他会下个月可能会去美国working holiday 嘅，希望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帮我啦。想试着自己创业，我是喜欢去尝试不一样的，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收取经验，做工都是要很认真，不能漫不经心一心二用，所以我学的这个是我学到最大的东西。